我哋有机会咧喺呢一度讲下心事，珍惜一下而家我哋仲有嘅言论自由空间，趁有得讲咧，就快啲讲啦。喺未讲之前咧，邀请大家一齐做下静心先啦。今日我嘅题目就系香港嘅出路。香港嘅出路，香港有得救吓、啊！如果我哋真系想集体活下去咧，有咩可以谂咧？今日我哋喺呢度倾啦，好嘛？一齐做下静心先啦。我哋放下所有唔需要再带住上身嘅嘢啊！吓，喺度好静咁样样，好舒服咁样样咧。喺度享受下，我哋本来长期千秋万世都有嘅呢一份安静，呢一份喜悦啦。多人呢对香港好失望，越嚟越多人呢个心死心咗，觉得冇出路，所以走晒囉，有啲走咗上嗰度上面嘅维度，有啲走咗去世界上另外一啲地方，有啲又躺平乜都唔喐。大家都好似抱住好绝望嘅心情。香港嘅经济点搞呢？我哋嘅政治点算呢？大家嘅健康去到一个咁悲剧性嘅情况。香港嘅教育，香港嘅传媒，我哋呢度嘅人际关系，大家都觉得好难顶，好难挨落去。呢两日呢下譬如呢，我就三番四次唔觉意呢遇到极端恶劣嘅服务。我去帮衬你啫。哇，你咁样嘅态度做生意嘅。相反呢，行冇几远呢吓。过咗罗湖桥呢，嗰边人已经太服务态度就係超好喎、啊。同以前啱啱调转。以前成日话呢内地人嘅态度好差。但係而家啱啱调转咗。我自己身为香港人，我讲咁标准嘅广东话。但係喺呢个社会度，我感受到冇人歧视我啊，但是我感受到真是感觉好差咯。政府怎么样在这里不方便评论啦。但是事实始终都是呢大家觉得那怎么算喎望去前面一片黑暗，望到前面觉得好惊好惊。嗰种惊唔系有理由咁惊，而系一种无名嘅恐惧，我哋叫焦虑啦 ，anxiety 吓、就系咁啦。香港有冇出路嘅咧？香港有冇得救嘅咧？吓、啊，呢几排咧都系我不断咁样喺度谂嘅问题。
我身边好多人吓，猛咁叫上 call， 你咁搞落去好危险噶，喂妈只走啦，走啦！你一日留喺度，我哋一日为你担心。当然外边唔系度度都系乐园吓，唔系乌托邦。当然外边亦都系风大雨大，人间无净土。但系相比于而家我哋香港呢个社会咧，至少唞气都顺啲，好似系咁讲啦。上个成日都话吓。未想象过世界上有一个地区城市咁多人皱眉头，咁多人翘手，咁多人着黑衫黑裤，周围嘅我哋周围嘅城市都唔系咁，马尼拉唔系咁，台北唔系咁，新加坡唔系咁，曼谷唔系咁，汉城都唔系咁，首尔吓都唔系咁。唔好讲印度，唔好讲阿根廷啦吓，啊，点解我哋系咁嘅咧吓？香港受咗咩嘅诅咒？一个一个指数，即系香港嘅快乐指数啊，香港系适唔适宜居住啊？呢啲个健康嘅指数啊，一路插水吓，低处未见低。嗱，啱啱嘅消息就系话咧，终于不幸俾长哥讲中咗啦。我哋所谓嘅预期寿命呢而家突然间插水啦。哎呀，两三年前我已经讲咗㗎啦。我哋全面健康崩溃就在眼前。咁样嘅医疗制度，咁样嘅政府宣传，咁样嘅社会控制，点可能安静安心做人呢？係咪好咁啊！讲呢啲嘢，再讲都冇意思。我只系提醒大家咧，唔好好似鸵鸟咁样。佢哋话咧吓，就系将个头埋喺沙堆嗰度，睇清楚个形势。你睇清楚个形势咧，先至可以判断，先可以比较。有把握咁样判断去度桥，去揾对策。去年呢 ,2023 年呢对我嚟讲最大嘅得着啦、进步啦、升班啦，都系有一位高人指点我。佢话哎呀你哋唔好再咁样样去做嘢吓，佢教我哋由保获本位嘅思维，改为拥抱梦想本位嘅思维。嗱，你唔知我讲咩嘢吓？其实英文嘅意思咧，英文嘅讲法咧就系 problem oriented mentality， 即系咧有问题就系。猛咁样去拗头，猛咁样去死砌去解决个问题，解决完一个又一个又一个一个问题，问题永远解决唔晒，解决咗一个问题，只会嚟有更多嘅问题。上个一早咧就明白到咧，问题咪好多时唔系要嚟解决嘅，问题系要嚟超越嘅，问题系要嚟等佢自己消失嘅，问题系令到你自己。唔再当佢系问题，好多时都系咁噶喎，吓你猛咁去捕获咧，针对咧，你系捉错用神，浪费咗自己嘅精力，同埋系你系缩窄咗你嘅专注嘅范围啦吓，咁啊，所以咧越搞越差。原来咧回头望过去咧，好多时我系咁嘅样。我哋成班都系咁，惯咗系咁样。唔系呢位高人指点我，由今日开始要 dream oriented， 就系梦想行先。你有梦咧就得噶啦，
上个讲二十年了哈。The entire universe conspires to realize your dream. 你有梦想呢，整个宇宙撑你。当然有条件㗎啦，唔係就咁发梦啦哈。咁你上我嘅好咗堂啦，特别係显化 manifestation 嘅课程呢哈。你都做咗唔少啦嗬。上哥写咗几本书讲呢啲嘢啦。咁啊有你有缘分呢就自己去睇啦。总之就係我哋点样梦想香港呢，梦想一个未来我哋想要嘅香港呢。嗱，从催眠嘅角度嚟讲呢，好简单嘅咋，心理学话俾我哋听呢啊，只要我哋成日朝思梦想，朝思暮想，去活喺我哋想要嗰个世界里面呢，嗰啲嘢就会实现。就係咁，显化嘅原理就係咁样嘛。就係你而家已经活喺成功嘅状态之中。咁我諗返转头呢，嗱，我自己啊推呢个绿色运动呢35年有多啦。我哋呢班人做得唔够㗎啦，我哋做得好努力。好多我身边嘅拍档，我嘅战友同志鞠躬尽瘁，有好多搵埋条命出嚟吓。死而后已，但系我觉得而家睇翻咧，有一个缺失，做得唔够，唔识做，就系我哋一路咧，嗱，而家我向香港所有嘅绿色团体挑战，我自己喺嗰度嚟嘅，我领导过一个曾经系全香港知名度最高嘅绿色团体，我哋系。冇认认真真咁样梦想过，我哋想点？即系而家我问你啊，你话民主派咩派？争取民主，争取咗民主之后点样嘅咧？我哋而家系唔系已经黑埋眼就享受紧嗰种咁样嘅社会环境现实咧？唔系咯，我哋讲唔出，大家都讲唔出。点解会讲唔出？就系因为我哋冇着力去构想、去建构 construct 呢一个我哋想要嘅嘢啊嘛。我哋想要咧就系一啲空泛嘅理念。我哋要自由，我哋要民主，我哋要开放，我哋要相亲相爱，我哋要有爱吓。我哋要乜乜啲，呢啲都系空口讲白话，我觉得吓，真正落实系我哋一步一步点样去到实现我哋嘅愿景呢？唔好意思啦，大家系几乎交白卷嘅，所以呢，发梦好紧要，发咗梦之后。怎样去落实更加重要。我哋冇讲到俾人听将来个社会系点样。如果系咁就好啦，咁即系点啫吓，有冇呢啊，我哋可以话我哋又希望我哋期待吓，我哋要显化好清新嘅空气啦，蓝天白云啦，好干净嘅海水啦，啲河呢就系好清澈啦，就有啲食物呢好干净啦，就冇我哋完全用天然嘅方式去生产食物啦，嗰等等等等等等吓，我哋嘅交通运输要点点点，有冇啫吓？有好多系空泛嘅，我哋透过咩政策？我哋大家点样去着力去建构呢一个我哋想要嘅嘢咧？吓，做得真系好唔够。咁所以呢几年呢，上哥
不断咁样，见到人就讲。嗱，而家我同你讲啦，讲落去啲嘢咧，好癫嘅，一定俾人闹爆，觉得你黐线嘅，唔系等于我唔讲，好多讲呢啲嘢，俾人哋搏死晒，真系冇条命，横死，被自杀，被车祸，被周咗去精神病院，冇得出嚟。被俘虏，人间蒸发，好多系啲咁嘅例子。个个礼拜喺所谓西方文明国家都发生紧呢啲嘢，所以好多人收咗声，好多人唔再去谂，结果咪搞成咁咯，系嘛？好啦，咁我讲翻呢度啦。如果我系真系想，仲有五年玩，仲有十年玩，而且大家系冇咁辛苦嘅。我哋系咪真系要好多人住劏房？系咪真系要好多人露宿街头？我时时接触到嗰啲系真系食唔饱嘅，香港有人食唔饱，我未亲自去接触过，我都唔相信。正因为系咁啦。嗱，有眼睇啦，七十几岁公公婆婆仲喺度推紧纸皮，佢哋推嗰啲纸皮嗰啲车，我都推唔喐，点可能系咁嘅样嘅咧？每一次我见到啲有人推纸皮，我就更加要鞭策自己，几攰都好，佢哋走晒都好。都要砌落去，我真系唔忍心见到社会上仲有啲咁嘅嘢。个个社会咧除咗某啲伟大祖国啦都有人瞓街，系美国都唔少但系呢、这个唔系理由咯。香港唔系冇钱嘅，我啲钱去晒边，用晒点样用咧？去填海啊，定系去乜嘢咧？唔止咯，真系浪费晒啲资源。我谂你知我讲乜噶啦，尤其前几年吓，咁我由前几年讲起啊。虽然我而家讲埋喺度先，就话如果我想真系有五年玩、十年玩咧，一定要集体出力，促使政府大刀阔斧推行一啲绿化嘅政策。唔系净系讲，唔系净系立法，仲要切切实实去执行啊！譬如咧，我先举一啲例俾你听，我啱啱揾翻咧，三年前，我公开讲过一啲嘢，系喺 YouTube 嗰度发表咗嘅，同埋篇文咧。都系上载出嚟嘅，公开嘅。嗰阵时咧，疫情啱啱开始啦，第一波啦吓。咁咧，我就话，假如我系今日嘅香港特首，我会点做？嗱，即系唔好讲咁抽象嘅嘢吓，讲落实实际嘅嘢。第一，我话我会拨款买超巨量嘅新鲜水果。特别系维他命丰富，维他命 C 最丰富嗰啲即系譬如咩最丰富啊？佢哋话咯譬如橙啦，譬如奇异果啦，嗰啲咯我买晒呢一啲，我会买啲益生菌啦，我会买啲酵素啦，等等等等呢啲嘢，全部大量不断日日送晒医院。疗养院、长者之家、长者中心、监狱、学校，尤其是系有寄宿嗰啲，譬如大学嗰啲啦，政府部门，等等等等等等等，系免费俾佢哋食，边有咁多钱啊？好快就悭翻晒翻嚟。其实即点样派呢啲啦？派水果派呢啲啦，派益生菌啦。使唔到几多钱㗎咋。相对于而家
佢哋买口罩、胆嗰啲嗰啲咁嘅针嗰啲啦吓。咁啊，同埋咧，如果我系特首咧，我就用公帑拨出嚟去资助所有嘅水果店、素食店、超市嘅蔬果部。嗱，按生意额去资助。譬如咧吓，你呢一档嘢水果店啦，做100蚊生意啦，政府津贴33蚊，咁啊，于是咧价钱即刻下降咗三分之一，即系咧大家都尽量食多好多嘅水果，食多好多嘅素食，就系咁。最近我先至去过喺街市，唔系街市啊，除咗街市之外，仲有其他嘅嗰啲店铺啦。吓死我啊！点解猪肉咁平啊？猪肉啊，免治牛肉啊，啲咁边有咁可能嘅咧？20-30蚊就买到一盒嗰啲包好嗰啲水果，有时又咁贵嘅吓。好嗱，如果我系特首咧，我就会租用大量旅游车啊。嗱，嗰阵时啲旅游车冇乜生意嘅，大家知吓，就系长期日日啊免费接送啲市民。就系往返周围新界附近啦嘅郊野公园，特别系嗰啲咧偏僻啦，冇公共交通嘅，譬如万年水库啦，嗰啲啦，用好多嘅旅游车免费接送佢哋去行山，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晒太阳，去做运动，使唔到几多钱嘅啫，几多架旅游车啫。啊，相对于政府咁样前几年疫情浪费佢啲钱咧，呢啲完全系根本就唔系钱嚟嘅。仲有喺疫情期间咧，我会临时招募成千上万嘅气功师、瑜伽师、按摩师、手疗师、音响疗愈师、静心导师、香薰疗愈师、园艺治疗师，等等等等，艺术治疗师。艺术疗愈师等等等等等，讲唔晒咁多，用公帑去资助呢啲导师，系场地费俾埋吓，提供全天候铺天盖地象征式收费甚至免费嘅服务，康文署全面支援，方便安排吓，政府做嘅啱啱相反，香港有咁鬼多嘅场地。但系咧，从来好难俾我哋头先我提到呢一扎去申请嘅。你做过你就知啊，甚至咧嗰阵时佢做相反嘅嘢，系人哋喺公园嗰度做太极啊，做咩嗰啲啦，竟然咧就禁止佢哋，唔准佢哋聚集添。你话系咪真系荒谬倒行逆施咧？就系咁啦，呢啲人。正系最社会最需要救命恩人，政府完全冇去支援佢哋。嗱，我明白嘅，技术上好多困难嘅吓，即系点样甄选啊？去边啊？咁事急马行前，特事特办。喺疫情期间，唔计得咁多啦。仲有，如果我系特首。我用公帑资助市民去做钻石，去做洗肠。嗱，呢啲咁嘅排毒功法仲有好多噶吓。譬如咧，凡系光顾洗肠服务或者买洗肠桶，政府资助一半或者大半咁咯吓。所有做洗肠服务嘅地方，全部政府同佢交租一啲咯，鼓励人哋开多几间。开多嗱，全香港都得10间8间，1000间都唔多啊，吓咁咯。好，同埋咧，政府咧，如果我系特首咧，买超大量嘅艾条啦，去辟邪除毒嘅香薰精油啦，譬如百里香、尤加利啦、乳香啦、胡椒啦呢一啲咁呢一啲啦。同埋买有关顺势疗法嘅疗剂啦，买嚟做咩先？送去医院咯，送去疗养院咯，送去长者之家、长者中心、监狱、学校、政府部门嗰度，
象征式收费去卖俾啲市民，等佢多多用啦、啊，就唔系去买口罩啊，买嗰啲喷乜喷埋嚟嗰啲嘢咯。嗱，譬如咧疫情期间咧，所有卖出嘅空气清新机，政府津贴三分一或者一半，所有福利机构、医疗团体、长者之家、学校咁样咧吓，都可以买，就政府咧全部俾晒。嗱、如果我系特首咧，所有食肆喺疫情期间，凡系推出真正健康嘅防疫餐咧，嗱，譬如啦，全素啦，冇糖啦，冇小麦啦，冇煎煎炸炸焗啊烧啊嗰啲啦，政府会津贴三分一或者一半。咁啊，仲有就系咧，吓、啊。喺疫情期间咧，政府如果我系特首啊，我会增设电话热线啊服务、网上平台互动服务啊，等市民任何人有乜嘢健康问题，尤其是系增强免疫力嘅查询啊，由合资格嘅绿色导师去解答啊，唔系揾西医，唔系揾嗰啲吓，市民。用好容易嘅方式可以问到健康嘅问题咯。仲有就係啦，政府要以身作则，所有嘅首长啊、乜乜局长、乜乜司长嗰啲呢，要做齐咁多样免疫力嘅绿色提升功夫。即係咩呢？食全素啦、断食啦、洗肠啦、练气功啦、去做瑜伽啦，去大自然度晒太阳啦，静心啦，做艾灸啦，做音响疗愈啦，等等等等等等，打学呼吸啦，仲有啊呢啲高官啊呢啲吓，不但只自己日日去做身体力行吓，仲要系高度曝光，日日透过社交平台、记者会、落区探访等等，等全个社会、全世界睇到受到感染。即系话咧，特首又好，政务司司长边个都好啦，吓长期都系咁样。你当佢系你话做 show 啦，系啊做 show 啊，做 show 系需要噶，唔好意思吓，你系要做俾人哋睇，不但止你落实喺生活里边做，而且咧系要做俾人哋睇，你系做紧呢啲嘢，咁咯吓，咁咁样样咧。啲市民咧就会心服口服啦，吓，同埋受到你嘅感染啦。仲有吓，就政府可以拨少少钱出嚟，少少就够噶啦。做诱因，鼓励电台、电视、报章、杂志、网台、blog 嗰啲咧，巨量报道各式各样嘅绿色保健资讯、信息同埋服务。目标系咧。电台、电视台等等咧，吓杂志报纸咧，日日有一半时间，拨出一半嘅时间、一半嘅篇幅去做呢啲教育同埋推广嘅工作。咁做呢啲嘢做乜咧？吓，点解？我只系举例嘅咋。如果我系特首，喺疫情期间，我做呢啲嘢咯。呢啲措施嘅目的就系第一，做实事咯，有效全面提升全香港市民嘅免疫力。更加重要嘅系啦，听住吓，当然系提升咗佢哋嘅健康啦吓、啊，更加重要系咧，心态上扭转全香港嘅人，包括政府里边嘅人，做官嗰啲，包括人民心底里边嗰种悲观情绪、恐惧情绪、无奈嘅情绪吓，咁啊，等大家可以。大家兴致勃勃喺希望嘅观感之中咧吓，大家知道政府做啱啲嘢啊，好积极啦，为我哋大家谋福祉啊吓，开始由愤怒、由绝望、由心死，改为自主，改为感恩吓。而家我哋啱啱相反吓，政府做紧嗰啲嘢根本就系不切实际，同埋系样样去打压我哋。样样系令我哋病快啲、死快啲、死得惨啲，而家就系咁啊！好啦，嗱，头先我举咗一例咧吓，就系话
喺疫情期间，我做只手就做呢啲嘢吓。跟住我讲呢一啲啦，就唔系讲疫情啦，就系讲而家啦。嗱，我再讲一次啊吓，头先你如果冇听到啦，或者唔记得咗啦，我讲呢啲嘢啦，全人类都话冇可能嘅，癫咗啦你吓，下场不可预兵。你觉得我癫咗？你觉得我系离地？系因为你唔知道呢个世界上发生咩事吓？未来学嗰句话咧，我成日都记住嘅 ：Tomorrow is now。未来就喺我哋中间，你冇去睇嘅啫，你冇去睇而家个趋势。而家我系讲紧个趋势。今日咧，讲咧，你觉得好癫、好荒谬、好即系黐晒线。过多冇几多个礼拜咧，你又会听到系、哦、人哋已经实现紧啦，我哋好落后啊！嗱，咁啊，听住，我分开好多方面嚟讲嘅，譬如农业啦，譬如健康卫生啦，譬如就城市设计啦，譬如科技啦、教育啦，等等等等等吓。先讲政治，政治有比较敏感嘅，听住啦吓。我一路讲落去咧，有六十几样啊，七十几样吓。咁而家你听住先。今日呢一辑咧，讲唔晒吓。开始，我将政治排头。听住，所有高官、所有行政会嘅会议嘅议员啦吓，所有大学校长嘅任命等等呢一啲咁样嘅 key post 嘅所谓最关键嘅职位咧吓，你要做特首。你要做乜乜局长、乜乜司长，你要做入行政会，你要做大学校长或者电台台长，咩都好啦。先要做一个 audit， 就系绿色生活审核。嗱，你要忠实回答呢啲问题吓。嗱、啊，系有法律效力嘅，你要宣誓吓、啊。你乱噏咧，系要将来受法律惩处嘅，系有刑事嘅根据嘅吓、啊，譬如食烟、打保龄球、打高尔夫球、滑水，嗱、啊、你有呢啲咁样嘅习惯咧吓，唔、啊、好意思，扣咁多分咧，你就唔可以做校长，唔可以做台长，唔可以做局长，唔可以做司长，唔可以做特首，仲有、啊。成日搭飛機去玩食肉，冚唪唥都扣晒分。仲有擦駕駛超速或者醉駕，即係飲醉酒，揸車嘅記錄，患糖尿病。嗱，頭先我講呢啲咧係嚴重扣分。啊，再講一次，呢啲咁嘅習慣咧，咁嘅情況咧，係不適宜做。人民嘅领导嘅吓、啊，就系、是、严重扣分，食烟啦，打高尔夫球啦，打保龄球啦，滑水啦，周围搭飞机去玩啦，食肉啦吓、啊，有驾驶超速或者醉驾记录啦，饮醉酒啦，患糖尿啦，啊，仲有讲埋咧，可以系一年住多过几多次医院，几多日医院嗰啲咯吓、啊。你健康咁差，你嘅生活方式咁糜烂，咁反健康，咁反地球，有乜资格做领导？相反呢，嗱，头先我讲话扣晒分啊嘛，严重扣分嘛。嗱，边啲会加分呢？食素啦，即系唔食肉啦。啊、尤其是食全素，更加尤其是食生、啊或者是你習慣了有好好的記錄，為綠色團體義務勞動咯、啊有耕種經驗啦、啊、平時慣了行動支持公平貿易，還有、啊、如果你是好像長哥那樣是不識揸車的，是沒有駕駛執照的，絕少告病假㗎喇，長哥未告過病假五十幾年啊，就係、是、慣常留喺香港度假嘅，我日日都係留喺香港度假。
慣常做靈修功夫，譬如氣功啊、瑜伽啊嗰啲嚇。如果你係做自家教育嘅 home education， 即係話你個仔女係唔翻學，係你自己教佢。頭先呢一扎嘢咧，就加分喎。大家記唔記得？頭先我講係扣分、扣分、扣分，呢啲係加分、加分、加分。即係話咧，你唔揸車，你唔告病假嚇、啊，你時時買好綠色嘅嘢嚇，你時時去耕種做食物生產，你時時為綠色團體做義工啊，食素啊咩嗰啲嚇，時時去做靈修嘅嘢。打坐啊咩都好啦，就加分喎、啊。即係话呢，我哋你如果好客观好冷静咁諗啊，其实係非常之 make sense 㗎，非常之有道理㗎。吓、啊、以身作则嘛。吓、啊、嗰时我好记得曾荫权定边个时代吓，佢话好鍾意养锦鲤。喺特首嗰个官邸嗰度呢吓，咁、啊、我就话咯，唔该你话俾我哋听，你嗰啲锦鲤啊系食緊有机嘅鱼粮吓，阿曾太去买餸系买緊有机菜，阿曾太系去緊有机嘅农墟。等等等等呢啲，嗱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话做 show 都好啦，唔系噶，唔系噶。你睇下嗰啲所谓极权国家吓、啊，譬如北韩啊呢一啲啦，人哋啲领导啊吓啊，每一个动作嘅细节都系经过极端严谨。嘅安排，然后先至俾你睇啊！我唔系话呢啲系好事，唔系唔系唔系，而系咧系证明啊呢一啲系有非常之强劲嘅宣传效力嘅，大家咧就会有样学样去做，即系话特首都咁做吓、啊，你做佢嘅手下吓、啊，你个老细都咁做，你敢唔做？咪就系咁咯，你老细日日练一个钟学零极限嘅，你估全香港十几二十万公务员会有几多人因为咁嘅样跟住佢做呢？就系咁咯。如果成个行政会几乎个个都食素嘅，几乎个个都唔揸车，系搭地铁嘅，大家就好感动咯。我哋就知道呢个政府唔系讲笑嘅咯，就系咁吓，自然就有好多绿色嘅法例会通过噶啦。譬如唱歌，我哋呢班人，特别系我嘅农场绿田园吓，搞咗廿几卅年，要求立法，政府咧规定所有。基因改造食物要标签，人哋加拿大人哋边度周围都要标签，点解香港我哋条命咁贱嘅咧？我哋日日都分唔到边啲嘢系经过基因改造嘅咧吓。嗱、啊，如果特首都关心呢啲嘢吓，如果我哋嘅行政会议召集人讲一声吓、啊，我一知道就唔食噶啦，基因改造嗰啲嘢，咁咪得咯。吓、啊，一毫子都唔使晒，佢只要对住个镜头直播讲一句就得噶啦。有冇咧？冇啊嘛。吓、啊，嗱，我哋下次选特首，下次选议员，吓、啊，咪就系咁咯。叫佢哋交佢哋嘅绿色生活审核，俾一扎嘢佢填咯。吓、啊，即系佢系成日去 barbecue 嘅。吓、啊，佢成日打高尔夫球嘅，唔选佢咯，就系咁。但系我哋要佢公布咗呢啲嘢，呢数据出嚟先嘛，老老实实公布啲嘢出嚟啊嘛。你有冇食烟噶？你有冇饮酒噶？吓、啊，你有冇心脏病啊？喺入过几次医院啊？
你做几多手术啊？呀，心肝脾肺肾割咗几多啊？呢啲啊嘛。好，讲住一样啫。第二样，所有机构，特别系政府部门啦，嗱，譬如仲有中学啦、小学、幼稚园啦、传媒啦、所有医院啦、民间团体啦、公司啦、大企业啦，尤其系上市公司啦，所有人事招聘吓、啊，即系请人啦，同埋去炒人。去升迁吓、啊，就要认真注重头先我讲个绿色生活审核啦。即系话咧，由副经理升做经理，考虑埋呢啲咯。咁啊，梗系要考虑嘅能力啦，佢喺公司里边嘅贡献啦吓。睇呢一个好重要咯，摆喺个好重要嘅咩好重飞嘅吓、啊。如果呢条友吓。是生活是非常之反环境的，冇得升咯，或者是绝对唔请佢咯，吓、啊、好第三啦，我哋讲开政府啊嘛，就是由特首以下所有嘅高官、各级议员、大学校长、中学校长等等等等等，吓头先我讲嘅台长啊。电台台长啊，电视台台长啊，呢一啲吓，必须公开一份标准嘅绿色生活记录，吓、啊、就系头先嗰啲咯吓，甚至系你屋企个雪柜，嗰、那个效能有几多，有一啲吓，你惯咗系系咪买有几材，啊呢一啲冚唪唥有记录，同埋公开大家。一上网就揾到嘅，嗱咁样咧，嗱我哋讲咗三点吓，咁样样咧，哦掂噶啦，吓成个社会已经转晒，要用几多钱咧？一毫子都唔使，吓、啊、你有政治决心，就做到噶啦呢啲，佢政府点样先至会有政治决心咧？好簡單啫嘛，嚇、啊！就係、是、我哋去督促佢咯。而家我哋嘅社會大家都唔關心，咁咪搞成咁咯，嚇、啊！好，講完政府啦，講下環境管治啦。嗱、啊，因為我哋就由一啲好物質嘅啊嗰度講起咯。實際上我哋日日生活喺呢個環境裏邊，做啲乜咧？聽住，而家我講嘅第一樣嚇、啊，即係。第四点啦，头先有三点呢系关于政治嘅。由第四开始呢就系讲环境管治啦。第一，如果系我系特首，第一件事乜都唔使諗，封闭所有高尔夫球场。香港唔知有几多间呢，有几多个呢啲球场啦。十零个都有啦啩，冚唪唥封闭晒佢，唔使讲。高尔夫球场系非常之危害健康嘅。危害打波人嘅健康，即系嗰啲球手。危害嗰啲我叫做咩球童啊，即係跟住个球员去孭住啲嘢去周围行嘅嗰啲，危害周围嗰啲村民嘅健康吓、啊、因为佢草地係噴咗好多好毒嘅嘢嘅吓，同埋呢高尔夫球场係非常之浪费食水嘅。超巨量嘅食水先至养得起嗰啲咁嘅草皮，仲有开呢个高尔夫球场嘅时候咧，系做咗好多恶业，破坏咗好多原始嘅生态嘅原野，仲有好多好多理由，我今日讲唔晒咯。咁啊睇翻长哥以前讲高尔夫个球嘅原罪啊呢一啲咯，所以第一件事唔使讲，封闭咗佢先。第二，所有交通工具。巴士啦、小巴啦、地铁啦、渡轮啦吓，禁止播音，唔准放映画面，除咗系必须要嘅宣布吓，其他禁止晒，尤其是啲广告啊、啲咩吓咁，等大家有啲宁静咯。啊，第六啦，政府车辆吓、啊、极速全部改为电力发动咯，或者将来有更新嘅科技。就是唔再用汽油啦，吓、啊，第七，征收手机税，
尤其是系讲下手机先啦。而家个个都用手机系嘛，臭水咯吓、啊，你可以用少啲噶。有啲人一个人买两三个手机噶吓。我知道而家咧手机咧系变成咗民生嘅必需品啦。吓、啊，就算系露宿者咧都需要有个手机，系真嘅。但系受征税咯。仲有啊，不但只系手机啊，手机就咁样你系用唔到嘅，系有一啲要嗰啲镬啊，即系要系喺不同嘅地方。我哋好隐蔽嘅，我哋唔知道佢装喺边嘅，周围都系围住我哋嘅。每一个镬要收几多钱？大镬、中镬、细镬要点计数？呢个系无线电话转播塔，呢一啲咯吓，冚唪唥要抽税。鼓励大家用少啲手机咯，吓、啊。第八，嗱、啊，规定咁多个工业嘅厂商咧，吓、啊，回收用完嘅产品循环再做，系咩咧？电芯啦、电脑啦，嗱、啊，以前咧嗰啲汽水啊、啤酒啊、嗰啲豉油啊、按樽噶嘛，吓、啊，而家冇晒啦，啊，呢、這个要规定啦，吓、啊，就系、是、如果唔系咧，抽重税咯。好啦。第九啦，啊呢一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噶，吓、啊、就系、是、喺每一区啊，就拨出一啲店铺位，嗱一系咧你喺政府嗰啲社区中心啊、政府合署啊嗰啲，一系咧其实唔使噶，吓、啊、所有商场新开嗰啲都要喺比较当眼嘅地方。人流多嘅地方撥出免费嘅铺位或者啲房啦吓俾义务团体或者係政府嘅部门要嚟做咩呀要嚟交流二手用品囉旧书啦旧衫裤啦旧嘅家庭用品啦呢一啲即係等大家可以流通自己用唔到嘅嘢囉吓而家我哋系靠救世军啊，嗰啲政府袖手旁观，一啲都嘢都冇做到。譬如救世军啊呢啲咁，政府同佢交租咯要吓、啊。好啦，仲有啦，头先我咪讲开嗰啲转播站嘅吓、啊，你知唔知呢一啲嘢啊系非常之危害健康噶吓？而且我哋有好多系唔知道。咁啊，等我哋知所避忌，政府咧立法规定，所有嘅电力变压站、电信传播站等等等啊，即系好多建筑物啊，同埋机构，佢哋都有装晒呢啲嘢。不过我同你唔知嘅啫嘛，规定要公开摆喺边度，同埋功率有几多嗱。咁啊，关心健康嘅人咧就有得参考啦。边度唔好成日坐喺度，唔好摸咁多咯。自己好孱弱嘅，或者唔开心嗰几排，或者病嗰几排，就唔好行埋去边度咯。嗰啲啦，我要租屋，我要买楼，就系、是、尽量离开晒呢一啲咁嘅嘢。而家我哋冇资讯啊嘛，我哋唔知啊，唔知其实嗰度嗰座嘢有几劲啊嘛。咁啊呢啲要喺小学开始就做教育咯。咩叫电磁场吓、啊？我哋点样可以避过呢啲嘢啊？咁样好啦，第十一啦吓，十一咧就系针对开始就针对一次过用完即弃嘅嘢啦，所有胶袋禁晒佢吓，净系准留一啲，譬如可以生物降解嘅，生物降解唔系等于好生物好生态友善噶，大家要明白吓。总之啦，而家嗱，好多年前我讲呢啲嘢啦，天方夜谭。而家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已经做紧啦，实现咗啦。香港系好落后之后讲落后噶，禁鬼晒啲胶袋佢，吓咁咯，或者系边种胶袋喺边种场合之下，可以用乜嘢代价去使用咯？啊，总之咧系预禁预征又得，或者用法例禁鬼晒佢咁咯。嗱，第十二咧就系咧禁止食肆使用发泡胶嘅饭盒，
所有用完即棄嘅餐具，嗱呢一度俾常哥講下講下咧，香港開始有啦，嚇、啊，而家有啲法例咧嚇，喺、啊、法例未開始之前咧，已經有一啲食肆咧實行咗噶啦，啊，即係為咗招來啦嚇，總之呢一啲冚唪唥儘量要禁咯。我知道唔容易嘅，但係其實係唔係冇辦法嘅，咩都係錢嘅問題，咩都係錢嘅問題。同埋法例点样规定？我好记得，好记得，好记得呢一件事。呢件事呢系令我反省咗好多嘢嘅，就系咩呢？嗰阵时系32年前，吓、啊，34年前左右啦。你估点呢？我领导嗰个绿色团体。就收到風聲，政府有關部門呢就邀請我哋去落標喎。係乜嘢呢？原來呢佢哋嗰陣時就籌備起緊而家喺尖東嗰個科學館。咁咁關我哋咩事呢？科學館裏面係唔係要有個餐廳嘅呢？小食部啊嗰啲囉。咁、啊、呢竟然呢我哋嘅知名度啊嗰陣時係全香港係最高嘅環保團體囉、啊、綠色團體啦。咁、啊、呢同埋常哥猛咁提倡係綠色生活啦嘛。佢、啊、哋邀請我哋你落標啦。差唔多講到呢你肯落嚟玩呢就俾硬你㗎啦，唔想成日都係俾美心啦、麥當勞啦、大快活啦嗰啲，佢哋有裏面有人呢係想用啲綠色嘅方法去點呀、去營運呢一個即將即係起出嚟嘅科學館。咁我哋好興奮啦。其实都啃唔落㗎，我哋知道嗰阵时我哋个实在太蚊型啦，不过知道有咁嘅嘢都系好啦，咁去了解一下囉，发觉完全冇得做㗎，完全冇得做。其中最明显嘅呢就系呢佢系冇地方俾你洗碗嘅，佢哋淨系预你买一包一包嘅飲品㗎啫，即系卖汽水啦，买鱼蛋都唔知得唔得吓，你买花厨糖水肯定唔得，买绿豆沙唔得吓，系唔准你喺嗰度，佢冇地方俾你去运作呢一啲嘢，佢冇即系设计嘅时候冇预你做一样嘢。头先我咪讲啦，冇地方俾我哋洗嘢，就咁你焗住系大家过一啲非常之灰色嘅生活咯。好浪費啦，食埋啲好毒嘅嘢啦，咁啊點嚟嘅呢？就係、是、即使係咁嗰陣時咁先進嘅科學館啊，都係受咗呢一啲衛生嘅法例嘅限制咯。咪就係咁啦嚇，呢、這個完全係嗰啲官僚嘅思想嘅問題。你只要規定佢嗱起間科學館。腾多少少位出嚟俾佢哋摆呢个碟摆碗摆杯、啊、有地方去洗有地方去晾干少少地方咋嘛。同埋个规定改一啲可以俾我哋喺现场做一啲即係健康少少嘅嘢。嗰时我哋只係諗红豆沙嗰啲芝麻糊嗰啲吓，喺现场制作嘅，咁都唔得，系焗住系要卖纸包嗰啲柠檬茶嗰啲，咪就系咁咯。呢个系法例嘅问题，系大家个思维啊，同埋成个社会文化嘅问题咯。好啦。嗱，咁啊呢一集咧讲到呢度先吓，咁又讲咗成个钟头吓，仲有好多嘢想同你讲啊，下一次讲啦。嗱，头先我讲嗰啲嘢，我想问下你有几癫啊？
是不是真的咁难实现呢？嗱，十几年前我讲呢啲嘢呢，都系人哋觉得你系离晒地囉。唔系啊，而家欧洲啊同埋好多国家澳洲、新西兰啊嗰啲人哋做緊㗎啦。连台湾都做緊。譬如呢我查返呢十几二十年前马英九做呢、這个台北嘅市长嘅时候呢，落咗个命令，就係话所有嘅咩嗰啲便利店都要装一个机去俾人哋免费斟水飲。你想象唔到啊，喺香港啊，十年前唔係好耐啫，十年前啊係冇地方斟水飲㗎。机场都好似冇。而家唔係啦，而家喺机场啊，喺好多地方呢你都可以免费，你只要带个樽出街呢就係、是、可以斟到冻水热水啦。虽然嗰啲都唔係好健康嘅。佢冻水嗰都係好多问题嘅。嗰啲热水有好多问题嘅。但係好过你焗住要帮佢买纸包饮品㗎嘛。呢个係一个好大步嘅进步囉。同埋係立法规定边啲店铺一定要免费提供，你唔去帮衬都可以入去斟水饮。咁囉。好容易咋嘛，立法。点解唔立法？我哋香港点解而家做唔到？因为我哋嗰班议员完全冇呢种意识。点解会有啲议员冇呢种意识？係因为冇绿色选票嘛。嗱，一间迟啲我哋往后会讲绿色选票下。我哋都唔选一啲有绿色思想嘅人去做议员啦嘛。我哋冇办法搵一啲绿色思想嘅人去做高官啦嘛，决策啦嘛。咪就係咁囉。真係有非常绿色思想嘅人入咗政府做咗高官，譬如以前嘅副环境局长陆公卫，乜都做唔到囉。係做好努力推咗少少嘢囉，距离我哋嘅期望差好远囉。佢成个政治文化就係咁。成个社会笼罩住嗰啲即係心态就係咁样。开头我讲呢大家对香港咁绝望，其实任何一个人如果系领导香港呢系只要喺呢一方面做一啲嘢呢就可以万世流芳㗎喇。期待咗几代嘅特首，由董建华到曾荫权到林郑等等到梁振英。梁振英系佢未做特首之前呢，我哋好多人都觉得佢几绿色㗎佢好鍾意耕种嗰啲呢唔系淨系做 show 㗎喎，系真系佢真系鍾意耕田㗎喎佢借过一啲农具俾我㗎喎我知㗎，佢支持过我哋个农场㗎波。但系喺咁将嘅政治气候之下即使系陆公卫等等，同埋有好多我身边嘅绿林英雄喺政府嘅咁多嘅咨询架构里面，包括我自己在内啦都系做唔到几多嘢囉。呢一个要彻底嘅天翻地覆从根拔起嘅改变你听埋落去啦长哥更加令你觉得毛骨悚然嘅提议呢你就明我点解我会咁諗，点解我仲觉得香港有得救，只要我哋咁。嗱咁请期待努力去睇下一集啦。啱啱过咗一个钟啦。要多谢你俾啲回应啦好嘛。你嘅回应呢对我好有用嘅。我会尽量回应你嘅回应嘅。今日好多人留言啦多谢下。譬如呢
啊，尾佢就话支持全港学校有绿色科目修录，唔止啊，仲有好多好多嘢咧吓。你到我讲到教育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啦。好，咁就多谢吓，迟啲我哋再倾过吓，仲有下集，仲有再下集嘅。拜拜。未拜拜住，我哋做埋个静心先。好，邀请大家呢吓，我哋一齐感恩下我哋好感恩即使喺咁样嘅气候之下呢吓，仍然有好多志士人人吓，不断努力献出佢自己嘅青春，献出佢嘅精力，献出佢嘅理想，去为我哋打造可以集体活下去嘅未来。佢哋未必而家睇到有咩成就，功成不必在我吓，但系咧，我觉得咧，始终系要向佢哋致敬。我好感恩有咁多有绿色意识嘅朋友同我同行咗三四十年。世界各地已经是绿色的思想落实为政策，遍地开花。香港很落后，但是只要我们一起集体努力，明天就会更好。人家已经行出这条路，有模范给我们可以跟着去的了。我们只要有决心，和大家不要绝望，不要放弃，一定是明天会好的。我们很感恩自己还仍然留在这里，不离不弃，真正用自己的存在去表达对香港的爱，对香港的关怀，对香港的肉紧。因为有你有我曾在这里，不离不弃，香港将来更加有希望，绝对是有希望我们一起识做就可以了。长哥会更加讲多些，再讲多些这方面。拜拜。